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由闯王公司生产的这个最新产品，是一个电动单车的这个洗车机，移动洗车机。这个机器呢，涵盖了一个高压冷水和这个高压蒸汽两种功能，还带一个微水模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器，它是纯不锈钢制作的，它这个可以轻松方便的放到这个两轮电动车上面。这个电源是取自这个两轮电动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个电源接口。这个电源接口是直接接到这个电动两轮车的这个充电器接口上面。下面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机器的尺寸，它是80×80×60的一个尺寸，也非常小巧，方便的可以随便移动，然后穿梭于城市之中。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设计呢，主要是考虑到有些城市啊，有一些个别的城市是电动三轮车是不让通行的，只能用咱们这种两轮的电动车，然后出去上门洗车，或者是去一些停车场之类的。这个机器呢，大概简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各个布局。在这个机器的左边是这个电控操作箱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蒸汽、微水、防冻三个功能。这个防冻呢，就是它的高压冷水功能，然后有干湿调节，还有个温度显示。后面呢是最上面是一个水箱，然后水箱呢这地方还有一个排污阀，然后呢右边是蒸汽接口和冷水接口，这是各个接口，然后门都是左右两侧开门，上面是个烟囱，那是个微水接口，这个是调节水泵压力的一个旋钮。好，大概咱们就介绍这儿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真实的清洗机器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我们先首先看一下它的一个蒸汽清洗啊。蒸汽清洗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蒸汽接口，然后用我们的蒸汽喷枪。首先呢，是第一步把这个电源给接通，这是两轮车的一个充电器接口，然后接到咱们那个机器上面，机器预留接口。好，操作也很简单，直接按一下蒸汽按钮就行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也可以轻松的听到和感受到这地方已经着火，这说明咱们机器已经正常工作。机器的预热过程大概是1分钟不到就可以出蒸汽。啊，趁着这个预热阶段，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上边它有一些围栏，可以方便的放一些毛巾啊或者之类的东西。这是挂物钩，可以挂这个蒸汽枪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。